还有，我有件事想。你要我24小时跟着你，为什么？该不会对我有所企图吧？还是说你被什么人附上了？没有。季总，你说头上顶着光环的是什么？天使。除了天使，还有呢？丘比特。没了。没了。 我去，这个技术是怎么一秒想到如来佛祖的？我耳朵有痣呢。怎么就没想到呢？难道是因为我暗恋剧本攻略成功？完了，这下怎么收场了？小七，我有件事。小七，季总，我们还是保持距离吧。 小七，我跟你说，季总，我们保持距离。其实，是这只脚吗？完了，这成我最讨厌的差距了呀。现在好点没？嗯，没事，谢谢。你该不会真的喜欢上男二了吧？ 那我对季叔又是怎么回事？我这是改剧情把自己搭进去了，还是说谁长这张脸我就对谁心动？你说什么？我没说话。说了，你说你脚踏两只船。季总，你开什么玩笑？我怎么会说这种话？ 看他这生气的表情，难道是我的暗恋剧本攻略成功了？那我呢？我是因为男二喜欢季叔，还是因为季叔喜欢男二？按照先来后到的顺序，我是先认识的季叔，可那时候他一脸冷漠，我会喜欢？所以，我是先对男二产生了好感，才会对现实世界的季叔有心动的感觉。